谁呀、啊？张一山，你要扔我是不是？看我出来怎么搞死你！我的好日子就这么一去不复返了吧？快选吧你，了吧？看看人家那嗓音，你再瞧瞧你。谁愿意先进谁进，那你就进吧，去吧，选你呗。我不愿意啊，关键是。那你这么多废话干嘛？关键是我不愿意啊，对吧？今天当个闹，今天更当个闹。怎么，你这是铃铛啊，叮了当啷的？好想你，好想啊！哎，歇会儿吧，你回来吧，还等你天都亮了。我的问题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这首歌叫的好想你，我真的真的好喜欢你，我是真的真的喜欢你。疯了吧？好想你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哇，杨子还可以啊，黑色，因为他腿短，杨子，腿短胳膊短就好穿一些，你知道吧？你再说话，老师他不能老耽误队员。然后脑袋还大，能壳正好把那个帽子给壳住。老师他老说话。哎呦哎呦，夏龙你那么快啊！啊！恭喜这次第四名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我一直是第一。我有一个节目，我推荐张一山来表演。他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跳舞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哎，我看他有一首好汉歌也还不错。请吧，好汉。怎么完蛋了？不是，好汉歌唱给好汉，有什么不行的吗？救命！我上回去了，上回去了。三个来一个杨，那你能一起唱？我好朋友，你陪我一起唱行吗？不是，你这样让我不能。我在旁边给你，那你在我这儿，我给你拍，我给你。大家一起吧。我给你拍节奏。哥，想从来预备啊。走，大哥上头了啊，天上星星参北斗啊，哎哎参北斗啊，想自动让一杯酒啊，国家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哎闯九州，哎呀呀，你这特别像在遛狗，我感觉。那你要表演的，谢谢谢谢谢谢，那就玩真心话大冒险吧。我要真让你上这里边游泳去，而且还得游蝶泳。如果你真的这样狠心的话，我就去。哇，你挺厉害呀、啊！那怎么样？牛都会吹啊！那就真心话大冒险吧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冒险大冒险。我来想吧。哎，或者让他从这儿游蛙泳游到那边。游蛙泳我行。来，我看看你怎么游，我看看。先跳水。然后自由游，拉不过去呀、啊！没，哎呀，哎呀，游泳，哎，这是什么泳？这个是自由泳，自由泳。狗爬式，狗爬式。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行了。厉害！高能少年团，少年团！喂，哎，私下怎样？我们私下说，现在在录影，给我点面子好吗？剪掉，剪掉，好好，我明白了。剪掉啊，这一段。积极一点。不要不要，来了来了来了。想象
唱成一个女人可以吗？我们积极点，积极点，给他点面子，好吧？啊。比心。高能少年团团，高能少年团。机会的啊！高高能少年，哇哇哇！够了，我们俩够了。站起来，回去。我摸你了，你用脚，不能用脚，只能用手。那你要说所有人过去亲你一口才算，那这游戏该怎么玩？说一句话，我掐死你，行不行？我永远不可能让你成为我的队员的。没事，你们都没事，现在开始啊。你们都没事。你需要从其他四位伙伴当中选择一个，和你搭队共用一个队长，找你们各自的神秘朋友。喂，你好，有事？最近还有事？喂喂喂喂喂，哦，去那边。哦，再见。不是，回来，不带这么玩的，对吧？这样吧，我呢说句这个公平公正的话，因为毕竟三位男同志都非常的有经验了哈。我作为一个前辈，我带领一个小姑娘。你如果想跟我们一组，你就直接说，不要这么多理由。说实话，真的不是想跟你一组，真的是为了节目的效果，知道吧？是我真的是为了节目效果，所以才跟你一块。其实我真的不是特别想跟你在一起。好了，我跟杨子一组，他们仨都是我们选的吗？我刚才你选了，我选，我说跟谁就跟谁。哟，你看。你是朋友吗？怎么能这样呢？给我，不是，我帮你问问。那，那个，我们现在就在这一个雕塑这儿，啊，在雕塑这儿。往左转，一直走，走一条街，沿着那条街一直往左走就可以了。我们向右拐，然后直走，然后就能看见我了。一个左拐，一个右转，这样。你去左边，我去右边。那你把录像机给我。不是，我先给你拿着，我怕有人找不着你。不是，我听那首歌的，我朋友一生。所以你就一起走嘛，朋友一生一起走嘛。我告诉你，找完你以后，我陪你一块去那边，我向你发誓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你等会儿，拉钩。这钩拉不上，可能太粗了，这钩。盖着。我就是。你好，真不容易。你好，我是你们的小伙伴。你是谁的小伙伴？你的，我对不起你。我一猜就是因为一个男的搭一个女的，对吧？你知道吗？不是你听着，不是你听着，哎，我有点疲惫了，哎，我有点累了。先生，怎么样？一生一起走。小心！哎，你们怎么做的？怎么搞的战术啊？还是那首歌，朋友一世一起走，朋友一世一起走，多少人想想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我们这么多年，我要为我的组员考虑。如果一会儿他们摘你的时候，我来帮你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哎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有人弄你的时候我干，有人弄我的时候你帮我，行，然后我们两个争取得最后好朋友决一死战，怎么样？给你饭。我牙套上，我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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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